一些部分，让整个活动是比较顺畅，然后比较不会卡住的这样。好 ，OK， 那个再来是那个 Kiddos 专案人名片夹，这个是豆腐吗？对不对？是吗？刚刚不是麦克风，不好意思。好 ，OK， 对对，那好，请你介绍一下，嗯。OK，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最近也发现了，就是因为疫情专案就是特别的火，在特别的火，然后就是剧里面就涌入一大堆人，就突然进来嘛，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就会发生就是说，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我在上面就是，所以说我在上面就是拉起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看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搜集大家关键字，然后就是让大家在找人的时候可以快速找到就是要找的人这样子。MVP 的部分，然后做这个东西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就是一开始其实这个东西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案而已，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要解决问题是解决学生团体，他们就是那些学生团体他们在招人上还有就是在招人上的问题这样子。我们发现就是学生专案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网站的使用率可能就没有到那么高，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在建立起这样子的文化之前，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到GNB上面去做测试这样子？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因为GNB上面其实好像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平台，就是大家所有同等所有人有关于关键字还有就是个人资讯的，所以就是我想可不可以就是在实数系统嘛？对，在上面就是建立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收集大家关键字这样子，对，差不多就这样，嗯，然后我们已经有 MVP 出来了，然后有比较完整，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网站的，然后还有就是 Notion 的，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的，然后还有就是真就是一个 Excel， 就是在最底下那个简单客家版 MVP 连接的地方，对，大家可以进去看，讨论到可以一起过来这样，好。谢谢豆腐。